要女孩子好多啊，先生忙哈，忙在家看小孩哈，忙那个做家事哈，那个电风扇很多哈，需要吗？大家会冷哦，把灌一下好不好？味道也许不会死的，就冷的会哦。灌掉好了，冬天嘛 ，OK， 全部门都开了嘛，是不是？可以了。会不会蚊子？有没有蚊子跑进来？没有，都跑到我那边了，知道师傅在了，去祭拜访，又磕几个头啊。来跟我磕头，咕咕，你们好厉害哦，东西弄得很漂亮，道场照顾得很整齐，我喜欢，我喜欢，OK， 你们住国外面要进来也可以，坐在门那边就不会有味道，坐中间都没人，坐外面看得到吗？好像被变出来一样，哎，奇怪，我觉得我们团体比较特殊，因为多数的那个，多数的所谓的名字哈，我看他们都是没有女孩子跟着那么多啦，还是他们是男孩子吗？多数都男孩子啊，只有。一两位女孩子没什么很出名啊，是大家也有知道了，就是很少人跟着，然后那些跟着的多的就是多数是男的哈，男的僧人，僧人是吗？还是僧人？啊，僧的哈 ，OK， 僧人哈 ，OK。不是剩下那些哈啊 ，OK， 对不起，我好久没有讲中文那么多了，好久也没有讲英文那么多，意思说从那个欧洲到回台湾为止，很少讲什么东西，跟狗就不用讲话嘛，我们沟通很厉害，比方说他要表达他的爱啊，他就舔我。最好是舔这里这样子，那爬起来舔这里啊，就知道我爱你了。然后看到师傅就赶快哇痛了过来，那么拉那个绳子，拉狗链嘛，拉这个绳子还是痛了过来，我就赶快，我知道他就讲什么了，很简单。好，看到食物就过来了，我就知道他饿了，这样很简单，他们生活好简单啊！我跟他们也很简单，不用费心那么多，吃得饱了，喝得好了，睡得着了，就没事了。比我们小孩子还要简单，就是他爱黏就对了，有一些事情就跟小孩比较一样，就是他喜欢睡在我旁边，他自己房子不想去。自己房子自己有那个自己的窝嘛，弄得很温暖舒服，要窗帘盖起来啊，不想去，林格躺在地下冷冷冰冰的，不管，就大家都围在那里睡着，就跟小孩一样，这个是跟小孩一样啊。我没事来告诉我觉得很舒服，谢谢大家，真的觉得像家一样啊，我很像我要的东西，是有一些比较多余一点的，比方说太多那个什么叉那个哈，一两样比较多而已，不过也没有像我那边那么多了啊，那边常住多，每个人很多意见呢、这个才好，买给谁？这个才好，我买的他一定喜欢。另外一个说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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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
这个哦，我房子满满东西，我看了会腻啊，哎，所以我比较喜欢山洞这样，山洞小啊，没人有什么借口放东西那么多，没地方。就是有狗的时候，就要多大一点房子给他们睡在里面，苗栗很潮湿啊，睡外面怕他们骨头酸痛啊啊。所以有考虑到大家了，嗯，才来南部啊，南部也许比较干燥，是吗？哎，对大家舒服一点，是吗？特别老人啊，啊，老人家不舒服。你笑什么？你认为你年轻哈？你笑什么？我也是老，我了解情况嘛。他年轻都不了解，说笑人。说特别老人家他就笑了OK 啊，不过我是比较喜欢高雄啊，第一次那边单独了一对小三啊，四周围都没人，很舒服，我们卡拉 OK 都没问题啊。比较爬这边很困难了啊，前面那个跟大陆沟通我们已经有门了，有篱笆，所以没问题了啊！我比较喜欢这里，而且你们很整齐干净啊，我很喜欢，我爱整齐，爱干净。苗栗每次我回来就，如果不整理这边，就整理那边，我真很烦啊！每次回来整理，不是说怕工作了，就是很累啊，看到烦躁就心不舒服了，然后。每一次回来就要整理，每一次回来就整理，就心情不一样了，心情没那么愉快了。然后又下雨又冷的话，那就可以找人过来整顿几句。真的，你们笑得开心，不过我整理之后我不想笑了，风水不好，听懂吗？哎，因为如果我们家里呀，反正。那个地都是我买的，不过不是师父的名字，不管怎么样，天上地下都认得，这是我的地嘛，他们都很清楚，连狗也知道是我的。所以那个好坏都是会丢在师父的身上啊，风水不好也是影响师父，不用管什么风水了，看着心情不好已经不舒服了，是吗？然后出去还要伺候大众啊等等，那个心情真的是要很用力才能够快乐起来了。我回来上次就整理那个前面嘛，然后就再回来一次就整理后山了，因为他们这边一堆沙，那边一堆石头，那边一堆水泥什么一大堆，然后乱七八糟的铁，一块铁，一块木头什么乱七乱丢啊，整块地很漂亮啊，都满放那个垃圾还是石头等等，他们盖什么东西，然后剩下了不少几年了，草已经长在上面了，没整理，然后说没地方做，就跑到我那边做，哎，我那边有人整理啊。而且我没有丢垃圾在外面，说很舒服，大家都在那边做，然后自己的家没整理，我回来又整理一大堆，然后这次回来又整理，有一个是叫十八间，以前是他们在那边自己工作什么的，四者也住的，哇，乱七八糟，那个厨房啊，除了那个门进去以外，你不能走任何地方啊，因为他们乱丢啊，三个房间都是很乱很乱，东西到处都放，空的箱子、空的桶子、生锈的什么埋锅炉什么一大堆都放那里，就没有整齐。即使杂货店的话，很多东西应该很多东西的啊，杂货店是最多东西，所以人家才说杂货嘛。不过人家整放的整齐啊，哪一样就哪一样啊。哎呀，我看起来我就发脾气啊，真的是这样。我这个人有一个弱点，就是爱整齐了，爱整齐爱干净了，是我最大的弱点。我看到不整齐不干净，我真受不了，真受不了，不想活下去在那里了，我想跑啊。我跑有十几年也没用，我还是回来要整理。
事实上我也不是说想逃开台湾，就是那一风波太多，业障太大了，然后阻碍我回不来了。每一次回来都有问题，机票连机票已经订好，整个那个私人的机票，为了人跟狗一起去，也是有障碍。然后四具一匹捡了就回不来了，然后我一个人回来也是要有什么问题，然后还是要跑。 现在业障大概消一些了，才能回来。嗯嗯，是回来比较顺了啊，是谢谢那些上神保护跟那个帮助了啊。所以我喜欢高雄就这样啊，你们比较整齐。有一些铁了乱丢了，我不能一次而已啊，认为师父不会来的时候放在那边。 当纪念嘛，嗯，认为其实回来我也不会看到了，哪里看不到？我是专门看到垃圾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啊，垃圾收集人啊，怎么看不到垃圾呢？我最不喜欢不整齐的，浪费空间，那个妨碍我们的眼睛，OK， 然后让我们心那个叫什么破坏我们的心情啊，破坏感情啊。 有时候你们家里啊，就起户户籍吵吵闹啊，跟小孩不合等等，也许也是为了风水不好。嗯，如果我们东西太多，用不着，然后到处乱放，这个一定就风水不好的。哎，不通气嘛，不流通啊，然后跟那个叫什么，那个气不流通啊，叫什么？堵气堵塞人的气啊，就一直流在那里，然后当然会。 细菌啊，那些当然不用说什么风水好不好，那些细菌啊，什么黑暗的东西啊，动物啊、昆虫啊，那些就生在那边。当然，人跟昆虫跟细菌就缠的话，就不好了啦。啊，嗯，还有那种那很多黑暗的角落，因为东西都乱放乱丢啊，黑暗的那些洞啊，就是生就了阴气啊，嗯，不够阳气啊，哎，所以。 对自己不好，生意不顺，嗯，啊，就怪天上就不公平，怎么隔壁就有钱啊？我做一样生意，怎么都一样生意一样，那些对他隔壁而已，嗯，没钱了，做什么都亏本了，做什么都倒霉啊。自己要看自己有没有做好责任嘛。当然，一个家庭比较容易啦，啊，师傅不容易啊，太多人了，来来去去，什么人都不负责任。他们住习惯了啊，整理也没关系啊，也有的吃，没整理也没人讲什么。啊，师傅回来，顶多骂几句，然后他自己去整理啊，说有没有等他回来？然后他会整理的，他一定受不了，他自己会帮我们整理。 所以有时候，嗯，生活太安全也不好了，有那种依赖性，太严重了，然后就是这样，就跟宠坏小孩一样啊，跟宠坏小孩一样，没有负责任感，嗯，没有负责任感。那我师父又忙啊，我真的是很忙啊。比方说这几天招待，你们联络人员跟屏东做事情嘛。 他们写报告给我了，前两天了，我本来想打电话给他们，结果连那个打电话也没时间，然后很晚了，他们就睡着了，不好意思吵他们，就都忙到这样。有一些事情我想做，还是要没办法，还要最后等在那里啊，我很想急的要做，就是这那个。 优先的事情，先处理，然后每个项都是优先。然后自己要照顾狗啊，给他一点零钱啊，给他玩一玩啊，跟他讲一句话，然后陪陪他。狗它不是为了吃饭而快乐而已啊，它认得主人，它很喜欢你，疼爱它，陪它。OK， 跟小孩一样，嗯，他们狗啊是小孩心，永久不会失去的，嗯。 即使不管人类对待他怎么样啊，有一些人有一个人呢，对他好，他就全部过去那个被虐待、被折磨，那个人类折磨那代，怎么就忘记了？
就会再爱人了，再玩跟小孩一模一样，爱乖乖的，很舒服的，很快乐，跟一个人，如果是两个人在一起，他就不会再那个怕人啊，不会再生恨人了。像我那个大狗以前都被虐待嘛，被折磨什么的，因为他大概。 不晓得有一些人对狗太严格嘛，然后他大概小的时候不懂事啊，就防守一点这样。那大的狗，他即使他这样玩一下，你会受伤啊。然后就是这样子丢他，然后他就心情不愉快啊。他从来没有想玩啊，然后他不笑容啊，他没有对人什么有那种。 友善的感情啊，就是后来啊，跟师父几个月以后，他就现在变很赖皮了啊，谁来他就跟着他，他不会叫的。以前谁来就不行了，我认养他一回以后，他就保护性太严重了，什么人来靠近我一点，他就站在中间开始那个凶巴巴了，哎，现在不会了。 现在谁来他都很信任了啊，就是这样啊。以前他很怕人啊，很怕人。现在反而那些小的都保护性很严重，嗯，哦，太严重了，哦。